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蛋黄。今天我穿，骑车散步，然后给大家拍一下我最近头发的一个情况吧。就是我最近的头发的话，这边你可以看到吗？这边已经掉了很多了，这边，然后这边也掉的还是比较少的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吗？有些头发它是这个东倒西歪的，在这个脑袋上。然后医生说，像这种歪倒的、斜着的都是要掉的。那我这边基本就快掉光了，然后一碰还是会疼，所以我现在出门的话一般都会戴帽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这么小的眼睛，你要进我眼睛呢？我。我疯了！温柔蓝蓝的海风吹过高高的山峰，山的风，海的风，吹得我上风。为什么你不在？为什么你不回来？